胖胖虎，贝贝跟。找到，预备，变身！这是我的衣服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衣服吗？对了。这是我的工具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工具吗？哦，对了。警察，准备，出动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你被逮捕了。警察先生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需要帮忙就打电话，随时随地。我是警察，嗨嗨嗨！快来快来帮帮我，失火了失火了！快来快来帮帮我，失火了失火了！朋友别担心，我会把火扑灭。预备，变身，这是我的衣服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衣服吗？对了。这是我的工具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工具吗？哦，对了。消防员，准备，出动！喷水，咻咻！喷水，咻咻！消防员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有火灾就打电话，我会帮忙。我是消防员，嗨嗨嗨！快来快来帮帮我，我的头好痛
别担心，我会帮你治好。预备，变身！这是我的衣服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衣服吗？对了。这是我的工具吗？不是。这是我的工具吗？哦，对啦。医生，准备，出动！你需要打针，嘣嘣，要打咯，嘣嘣。医生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生病了就打电话，我会照顾好你。我是医生，嘿嘿嘿。要帮忙就打电话，警察先生。有火灾就打电话，消防员。生病了就打电话，医生。超级救援队，哦耶！错啦！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去灭火。消防车。坏人抓到警察局，警察，谢谢汽车朋友。出动啦！收拾我们社区的垃圾，垃圾车载着货物去送东西，货运车把坏车拉到修车行，拖吊车，谢谢汽车朋友。帮助市民，警车勇敢灭火，消防车把病人送到医院，救护车飞在高空，直升飞机勇敢的超级救助队，耶、yeah! ！超级超级力量，力量升级。目标定位，目标定位。呦咦呦咦吼，呦咦呦咦嘿，呦咦呦咦吼吼，呦咦呦咦嘿，呦咦呦咦吼，呦咦呦咦嘿，呦咦呦咦吼吼，呦咦呦咦嘿。敲敲敲敲趁人们睡着，敲敲敲敲要安静低调，轻手轻脚来抓了呀。我们就爱做坏事，我们是小偷。呦咦呦咦吼，呦咦呦咦嘿，呦咦呦咦吼吼，呦咦呦咦嘿，呦咦呦咦吼，呦咦呦咦嘿，呦咦呦咦吼吼，呦咦呦咦嘿。我们得手了！敲敲敲敲趁人们睡着，敲敲敲敲要安静低调，轻手轻脚来捉我呀。我们就爱做坏事，我们是小偷。呦咦呦咦吼，呦咦呦咦嘿，呦咦呦咦吼吼，呦咦呦咦嘿，呦咦呦咦吼，呦咦呦咦嘿，呦咦呦咦吼吼，呦咦呦咦嘿。我们得手了，好，不准动！咦呦咦呦，来啦警车特工队！咦呦咦呦，不给坏人留机会，站住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咦呦咦呦，勇敢的警车特工队！呦咦呦咦吼，呦咦呦咦嘿。
汪汪救护队出动。啊！天气真好。是啊。守护汪汪村的救护队来了一位新成员，那就是身手敏捷的警车亮亮。你好，我是挖土机力赞，费力气的事情都交给我吧。你好，我是救护车安安，想听听我响亮的警报声吗？见到你我很高兴，我是超干净的清洁车小薇，我正在洗车呢，你看我闪闪发光。我是云梯车大个子，如果有登高的事情就叫我来做吧。你好，我是在天上飞的直升机海丽，只要有我们救护队在汪汪村就什么都不怕。哼，谁跟你们是朋友啊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，汪汪村有我保护就足够了。警车的基本任务就是巡逻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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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最勤快了。啦啦啦啦啦。什么味道啊，怎么这么多垃圾？难道这些垃圾都得我自己收拾？怎么办啊？亮亮，你来得好早啊，这些垃圾交给我吧。就在这时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什么？土石流？准备出动。我自己收拾的话力气不够啊，怎么办啊？亮亮，这种事情应该交给我，马上就收拾好。哇，真厉害。出事了，出事了。什么？出交通事故了，准备出动。在那里。天啊，因为跑得太快轮胎掉了。喵喵，救命啊，好痛啊，喵喵。猫咪好像伤得很严重，这种情况需要救护车安安，怎么办？安安一听说发生了事故就赶快跑来了。亮亮别担心，我把猫咪送到医院去。喵喵喵。有伤患在车上得快点到医院，请大家都让一让。唉，幸好安安来了。出事了，出事了。什么？百货公司失火了，准备出动。亮亮到百货公司一看，到处都是熊熊大火，消防车大个子已经在努力地喷水灭火了。别靠近，危险，请往后站。亮亮在百货公司前指挥着交通，好让大个子顺利灭火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怎么办？大个子的梯子够不着屋顶。啊，对了，直升机海丽可以。海丽来帮忙。亮亮，高处的动物交给我吧。海丽在屋顶上一圈圈的盘旋，用绳梯救出了所有的动物。哇！到了晚上，汪汪救护队聚在一起。朋友们，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我说要自己守护汪汪村，自以为是，真对不起。小薇、力赞、安安、大个子、海丽，你们都是了不起的朋友。亮亮，你也是了不起的朋友。就在大家准备休息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报警。出事了，出事了。什么？出了什么事？又出事了。汪汪救护队出动。耶，哟呼，敲敲的
可是个小偷，想偷什么？咦啊啊啊啊！咣当咣当，一个小偷被捕了。一个，九个，悄悄的九个小偷想偷什么？大个，一个小偷被捕了。两个，八个。小偷想偷什么？呼呼，一个小偷被捕了。三个，七个。悄悄的，七个小偷想偷什么？哗啦哗啦，三个小偷被捕了。四五六，四个。悄悄的，四个小偷想偷。啊呜啊呜啊，一个小偷被捕了。七个，三个，悄悄的，三个小偷想偷什么？呜呜，两个小偷被捕了。八九，一个，悄悄的，一个小偷想偷什么？不准动。嘎吱，一个小偷被捕了。十个都抓住了。哈哈哈，十个小偷都被捕啦。有一有一后，有一有一嘿，警车特工队保护了大家。消防车瑞德兄弟出动。有一个高坡，可以一眼望见树林里的村子，消防车瑞德兄弟就住在那里。瑞德哥哥总是做好万全准备，一失火就出动。水有没有装满？轮胎有没有漏气？警报声正不正常？梯子能不能伸缩自如？哥哥每天都会一再检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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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哥，树林的村子里从来没有失火过，所以你就跟我一起听音乐玩吧。不行，那也得时刻做好万全准备。哥哥每天都用香气四溢的肥皂和干净的水把自己全身擦得亮晶晶的。有一天，失火了，失火了，松鼠家失火了。哥哥发出警报声，他像箭一样飞快地开到山坡下。哥哥，你去哪里啊？弟弟瑞德也急忙跑了出来，可是轮胎漏气了。警报声，哦咦哦咦，哥哥，我也来帮忙。好不容易才赶到的瑞德正准备灭火，可是水突然喷不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没水了，怎么办啊？幸好树林里的动物们都用水桶装满水跑了过来。瑞德啊，我们来帮你。加油加油，树林动物们齐心合力灭了火。真对不起。瑞德低着头一边哭一边说，可是高处还烧着熊熊大火。瑞德啊，别担心，我会控制住的。
哥哥更努力地喷水，很快火就灭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，请再坚持一下。哥哥把梯子架得高高的，终于救出了松鼠一家。哇，瑞德兄弟真棒！树林里的动物们一起鼓掌。可是瑞德感到特别惭愧。从那以后，他们一起认真地检查功能，好让自己随时都能马上出动。今天也准备好出动咯。超级警车波波，今天是波波第一次巡逻的日子。我是超级警车，普尼，你看看我是不是很帅啊？波波披着红披风，兴奋地说：“波波，不用披披风啊！”波波和普尼正在经过银行前面，普尼，快看！那头猪很可疑，手里提着钱箱子，肯定是抢了银行。出动！等等，波波，先观察一下。站住！这钱是你从银行偷来的吧？我要马上逮捕你！什么？我刚刚存完钱出来的，我做错了什么吗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波波今天是第一次巡逻，他好像搞错了。普尼，那只熊很可疑，他正拉着小熊走呢，我得去救小熊，出动！哎，等等，波波，别着急。站住！你要把小熊拉到哪里去？我要马上逮捕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带我的孩子去看牙医。我做错了什么？妈妈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波波是第一次巡逻，他好像又搞错了。这时，另一边的城里塞车了。西瓜从河马叔叔的卡车上咕噜咕噜地滚下来。哦不，我的西瓜！请大家遵守秩序。普尼忙着指挥交通，可是波波不知道该怎么做，红着脸的直往后退。我想我成为不了一辆好警车的。真奇怪，杨奶奶迷路了吗？杨奶奶，您需要帮忙吗？我想去我孙子家，可是我迷路了。他家在彩虹幼儿园旁边。哦，我对那里很熟，我送您去吧。哎呀，太感谢你了。杨奶奶，我们到了，是这里吧？杨奶奶很高兴，连声向波波道谢。波波哼着歌往回走。我的披风到哪去了？超级警车必须得有红披风啊！波波，不需要。比起穿披风扮酷的警车，亲切认真的警车更了不起哦。普尼来到波波面前说：“真的吗？”“当然了。”你一定会成为一辆了不起的超级警车，啊，真开心！波波好像真的成了了不起的超级警车一样，高兴极了。我头上
请让开。好啊，消防车，请让开，请让开。好啊，消防车，请让开，请让开。好啊，消防车，巴巴巴拉巴巴。往上爬，往上爬，向上消防车。往上爬，往上爬，向上消防车。往上爬，往上爬，向上消防车，巴巴巴拉巴巴。着火了，着火了，灭火消防车。着火了，着火了，灭火消防车。着火了，着火了，灭火消防车，巴巴巴拉巴巴。快消防车，快跑消防车，巴巴巴拉巴。快跑消防车，巴巴巴拉巴，巴拉巴拉巴拉巴，消防车出动了，巴拉巴消防车。喂，这里是消防局，请帮帮忙，着火了！消防车出动！右右右右右边，左左左左左边，消防车来了！来来，消防车去灭大火！头盔，这里，水袋，好了，冲过去！啦啦啦啦嘿嘿，啦啦啦啦嘿嘿，啦啦啦啦嘿嘿，冲过去！成功。喂，这里是消防局，请帮帮忙，我朋友危险。消防车出动，右右右右边，左左左左左边，消防车来了。来来，消防车去救朋友。警报器，这里，消防梯，好了，冲过去。巧巧、皮皮坐救护车。咪咪，哎，这是什么美味的香气？啊啊！哇哦，这么大的一块起司，一定很好吃。我来尝尝。哦，啊，香甜味道。一口，两口，三口。咪咪吃啊吃啊吃啊，最后吃得拉肚子了。哇哦，肚子疼，肚子好疼啊！啊，怎么办？咪咪，你没事吧？哎，糟糕了，赶快送他去医院。救护车出动，只要有患者需要帮助，我就会赶过去。孩子们，快上车，我送你们去医院。车上有患者需要急救，请赶紧让路。巧巧，哇，真高啊！可是没有我上不去的树，嘿嘿嘿嘿。那么，我上去看看。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巧巧紧紧地贴在树上，一步步地往上爬。一只小鸟从树上飞过。扑叽，拉了一团鸟粪。呀，这是什么？巧巧，怎么了？糟糕了，赶快送他去医院。救护车出动，只要有患者需要帮助，我就会赶过去。孩子们，快上车，我送你们去医院。车上有患者需要急救，请赶紧让路。皮皮，啦啦啦啦，红皮鞋，世界上最漂亮的红皮鞋。哇哦，这小船真漂亮。我要坐上去看看。皮皮坐在小船上，晃来晃去，一边跳舞一边玩。我的鞋，我的鞋，
皮皮想去捞鞋，结果扑通掉进了水里。皮皮，你醒醒，睁开眼睛啊！糟糕了，怎么办？救护车出动，只要有患者需要急救，不管哪里我都会赶过去。孩子们，赶紧把皮皮送到医院去。车上有患者需要急救，得赶紧开到医院去，请大家让一让。这是哪啊？皮皮，这里是医院。我怎么会到医院里了？是救护车叔叔送你来的，我因为拉肚子，肚子特别疼，也是救护车叔叔把我送到医院来的。如果不是救护车叔叔，我们都会出大事的。真的啊，救护车叔叔真令人太感谢了。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向救护车叔叔表示感谢怎么样？哇，好主意。嘘，叔叔好像太累了。嘿，他看到漂亮的花，一定会特别高兴的。哦，孩子们，谢谢你们，我的车变得好漂亮。因为叔叔您的帮助，我们才能很快赶到医院。谢谢您，救护车叔叔。那是我应该做的。孩子们，谢谢你们。紧急情况，准备完毕，出动。守护正义的英雄，警车警车特工队，当你需要帮助时，我们保护你。最最可靠的朋友，警车警车特工队，当你需要帮助时，我们保护你。帮帮我，咿哟咿哟，我们是咿哟咿哟警车特工队，咿哟咿哟勇敢的警车特工队，咿哟咿哟我们是咿哟咿哟警车特工队，咿哟咿哟勇敢的警车特工队。站住，不准动，警车特工队来啦。守护正义的英雄，警车警车特工队，当你需要帮助时，我们保护你。最最可靠的朋友，特工队，当你需要帮助时，我们保护你。救命！咿哟咿哟，我们是咿哟咿哟警车特工队，咿哟咿哟勇敢的警车特工队，咿哟咿哟我们是咿哟咿哟警车特工队，咿哟咿哟勇敢的警车特工队。再一次，咿哟咿哟我们是咿呀咿呀警车特工队，咿呀咿呀勇敢的警车特工队，咿呀咿呀我们是咿呀咿呀警车特工队，咿呀咿呀勇敢的警车特工队。出动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警车出动，来啦来啦，勇敢的警车，遇到危险时他就跑过来，看见小偷不许动，别被逮捕了。来啦来啦，勇敢的警车，哟咿哟咿吼，哟咿哟咿嘿，哟咿哟咿哟吼，哟咿哟咿嘿。来啦来啦，亲切的警车，需要帮助时就跑过来，看见迷路小朋友，你别哭，我帮你找妈妈。来啦来啦，亲切的警察，哟咿哟咿吼，哟咿哟咿嘿，哟咿哟咿
要相信我。